会想要听他唱一下《暧昧》之类的，对对对，还有跟他合作过的《理想情人》吧，对啊。那因为最近我刚好在休假，然后我昨天才回来的，因为陈琳邀约我邀约了两个礼拜，我到了这个礼拜一才答应他说好好，为了你我从国外回来一定会来看这样，所以也是算是为了挺他，然后帮他打气这样，对啊。不是因为刚好我度假的时间刚好他开演唱会，然后就想说，时间也我出国了差不多四五天这样，然后趁他开演唱会前一天赶快赶回来，对。有没有听陈琳说他要做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表演？没有，没有特别跟他聊哎，对，因为我也是抱着他的歌迷的心态来看的。穿上洋装，看着手表，时间快到，心砰砰的跳。和你的第一次约会来临了。